任何人都可以批评我哋嘅工作，嗱，呢排好多人都可以话批评我哋嘅工作啦，批评啲判决啦，都好嘅，我觉得呢个系好健全。但系咧，如果你系想批评咧，一定系要有理据嘅，一定有理由先至批评。因為如果有咩地方我哋可以改善嘅咧，我哋一定會跟進嘅。呢個都係好多年係我哋立場，我哋係講過。但係咧，如果你講改革咧，你要俾細節，同埋啲理由，同埋啲理據，點解，同埋喺邊度需要改革。咁如果有啲細節咧，咁我哋一定會可以研究。但是呢，如果人家就說我不喜歡你今天的判決、昨天的判決或者明天的判決，所以你要改革呢，這個不是一個特別好的理由。我覺得很多市民呢就覺得很難接受。如果你的意思就說我想次次我想打官司的時候一定要贏，如果贏不到呢才要改革呢，但這個不是一個，即是特別是好的，是理由的。